Hello， 欢迎收看《电玩杂书配》，我是主持人品玉。不管过去还是现在，媒体的力量都大大影响了大众的思想，可以说是社会风气的导向。最近呢，有一款台湾独立游戏就是在讨论这个尖锐的议题哦，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全新的解谜冒险游戏《萤幕判官》是仅由五位大学生成立的团队所制作。本作以70年代解严后的台湾为背景蓝本，将片面报道、舆论杀人、刻板印象、校园霸凌、权威教育等等社会敏感议题的元素加入游戏中，希望玩家反思舆论杀人、刻板印象、家庭暴力这些现实议题。游戏中玩家将在主角的记忆与现实中穿梭，找寻有关真相的蛛丝马迹，从主角扭曲的人生中探讨媒体在各位荧幕判官的帮忙下如何在社会中抹杀一个人。游戏的美术灵感来自古早的彩色手绘广告和海报，创造出拟真与幻想般的写实风格，又具有绘本的独特魅力，也安排了许多真实故事改编的彩蛋让玩家发掘。游戏目前已登上 iOS 和 Steam 平台咯，有兴趣的玩家们可以赶快好好体验一下哦。